嗨嗨呀，是嘿哟，大家来好，我是大卫臭，我们接下来继续我们三 V 啦，我们就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开始吧。然后明天的天气是晴天，然后今天的运气好吧，挺差的。OK， 然后我们先来跟我们的女儿，还有 Sebastian， 好 ，OK， 好，然后还有我们的儿子嘞，儿子，哎。儿子嘞？儿子又不见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儿子，哦，这儿子在这里。你干嘛躲在角落啊？等一下。OK， 好，然后我们先把我们的东西给收起来吧，这样子。OK， 好。然后，不对，自己才对。然后我们要把这个东西给放下来。OK， 好，走吧。那我们先去外面，然后再把东西全部给收一收先。这里。啊、这个，哦，我们大炸弹哦，真假的？都要丢，应该没东西的吧？好，然后我们还要再把那个什么给收起来一下，15个对吧？如果每次都是15个吧，15个、16个、16个才对。呀呀呀呀，太久没玩，我休息太久，我有点忘记了。好 ，OK， 好，这里，有。然后这里 ，OK， 好，这样子就行了。然后我们先把这一个给丢下去 ，OK。然后我们先来把我们的猪羊羊先弄好吧。我们需要这一个，然后我们还需要这一个，然后这一个也带住走，然后这个也需要，这个也需要，然后这一个可以丢进去，大概这样。然后我们先把这一个给丢进来 ，OK， 走吧。我觉得我先把东西给放下来好了，这里，好。然后这边我们的这一个，没有了吧？这样应该就 OK 了，走吧。然后我们的 Slime， 嗨，你们今天没生蛋。然后我们先把这个放 ，OK 好，然后再把它放进来，然后我们先打出我们的 Slime 球。然后希望可以藏出别的啊，我们好像还有黄色没有，对不对？黄色没有，所以希望说就是会出黄色的给我，那我们就圆满结束，有没有？黄色的就超黄色的，可恶！然后先把东西给放下来先吧，走吧。又要去看看啥？好，然后这里，嗨，早安午安晚安，这里还有一颗。那我先把东西放进来，这样子应该没问题吧 ？OK， 好，那我们先按一下，你按了没？按，我按，啊，我，哎，按，然后等我一下，先把这个放进来，那我们再拿，你按了，好，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吧？对，然后我们先把，我想再浮出一个。浮出一个小家伙的说可以吗？好，那我们就希望说可以再浮多一只那个 鸡出来。天啊，为什么我想那么久啊？为什么我想那么久啊？好，那我们先把这边，你需要吗？有吗？有哎、欸，那好，然后在这里。等一下，来，没有，好，走吧。那我先把气球给放下来。OK，Let's、okay, go， 这样子就行了，9:40。然后我们先把东西给放下来一下，然后我们先去温室看一看吧。因为我不知道那个什么到底长了没有，我好像等了蛮久了，是不是？那我先把这一个给放下来。这里，走吧，去一下温室看一下成熟了没有，等太久了。也太慢了吧！等一下，好，那我们的南瓜记得是20多号，真的还没长哎、欸，真假的，好久、哦，超久。那算了吧，走吧。10:20，我看一下，我们去把东西给卖一卖，然后我们去把我们身上那个超多那一个，然后去开一开，有没有？然后再打算吧，然后再打算吧。走吧，我们先过去，然后把那些东西啊，等一下，我觉得
我觉得我还是先把我身上的东西给放下来好了。等等等等等，来到这里。OK， 好，这里，这个，然后还有里面，这一边我们要放下我们的这个，然后我们还要再把我们的那个号放下来。OK， 走吧，应该够位置吧？应该啊，应该，希望啊，如此啊。走吧 ，Let's go。我们要过去开开我们身上那些东西，然后今天，我就开了之后再说好了。然后抱歉啊，这个星期就是没什么在更新，我知道，因为就是忙，对，因为我要忙那个有比赛嘛，然后又要忙那个比赛，然后又要忙那个团练，然后又要去，然后又要陪家人出去这样，所以就时间超满的。我时间超满的，所以就是没时间拍影片这样。对，然后我们走吧。然后这边就一个小快转哦 ，Let's go。好了，我们看完了，然后我先把这个给你吧。然后 OK， 好，走吧。然后我们先去爷爷奶奶那边。对，然后我想要把这个东西全部给送出去，这样，不然的话我们的那个买的那些太多了。好。然后我们来送一送吧，看到谁就送谁，但是除了那些单身狗以外，不然的话我等一下又要被死被想去训练。其实有人说这样子，没有人看到的话可以送给他，真假的？我试试看。如果回家死被想吃醋的话，我就找你们算账就可以了。然后这边再给，好，然后再跟他讲一下话，应该就没问题了。好，走吧。然后我们先去另外一边。你们说的哦，人家还是中 Sebastian 去训练的话，就是你们的哦。好，这里，然后还有你，给，哦，你不喜欢哦，好吧，然后也没差。好，这样子应该就 OK 了，走吧。然后我们要去钓鱼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先回家，然后把我们东西给丢一丢好了，太多东西了。太多了，我觉得我们只找一天啊，还是一样就是挖了很多矿，有没有？然后找一天就是一个开台，然后开自己的东西好了，太多了，你看，这样子，然后我还也是有卖掉一些东西，因为那个空间不足，这样，有这个哎 ，Rainbow 有没有？我们拿到了，虽然说我不知道，就是。我其实挺好奇的，就是如果我们是上次把紫色的那个刀啊，然后如果是不见掉的话，那会怎么办？就那个什么，就那个我们还可以用那个 Rainbow， 然后再去拿多一把新的一把吗？我不知道哎，不知道能不能哎。其实我挺好奇的，但是我不敢冒险，因为我觉得掉那把刀不见，然后不能拿回的话，我就会哭死，真会哭死，哭到我妈妈都不认得。好，走吧。然后我们先去买点那个诱饵，不是那个叫什么啊？鱼饵吗？不是吧？那个叫什么啊？鱼钩吗？应该是鱼钩。去买点鱼钩，对，我们去买一点鱼钩，然后就是要那个钓鱼这样。Let's go。嗨，好久不见。然后这边听说这边的 bug 已经是修复了，所以不要一直叫我来海边在那边玩那一个 bug 好不好啊？都已经修复啦，就算你叫我玩也玩不出东西。哎，有泡泡哎，等一下，等我啊 ，OK 好，嗨。然后我们需要买的是这个，我还是比较喜欢用这一个，其他的其实不是很喜欢。走吧，三个。那我们今天这边就不要快闪好了。然后我先把这个放下来。其实钓鱼啊，看到这种泡泡的东西啊，去钓的话，多数都会钓到鱼啊。不是啊，简单说就是它这样子的泡泡嘛，然后就是鱼上钩的那个几率上升吧，大概这样。吸苦看吧。然后我们还拿了两个摆，什么鬼东西？有给的一没给的感觉。好，哎没有嘞，好吧，等下又要去另外一个地方了。Q， 我们要钓的那一只鱼好像是在浮吧，走吧，我们先去浮那边，走吧。浮吗？浮还是河？其实我不知道哎。总之都去钓一下就懂了，都去钓一下就懂了，走吧。我们先从这边钓起好了。
这一边，这一边，好，走吧，这里是这里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钓个好了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再去另外一边，我去湖那边钓，然后希望就是会有那个鱼儿上钩这样，希望啊，希望，希望，好，是这里吗？不是，这里是 perch， 是这里吗？我记得好像不是这，不是这里、欸，等下我们上去上面钓好了，上面的湖那边钓。没有记错，我应该是在那一边吧？应该啊，应该，应该。走吧，我们上去上面试试看。Let's go， 好，走吧。我们要先上去上面，然后看一下是不是在那一边，因为我的记忆就如你们所示的，就是很差，然后我已经忘记到底是哪里可以钓那只鱼了。我们先上去吧，希望就是有鱼，然后可以让我完成任务这样。好。上面这里，希望有吧？希望，嗯，虽然说我不知道，因为记忆差，然后就是没有去记，就是哪里可以钓什么鱼这样，走吧。呀呀呀呀呀！快上钩，快上钩！我觉得我们这边一个小块就好了，走吧。One eternity later。等等，各位观众，我插一只，我应该是插一只就可以完成任务了，然后再去点了，然后他完全不要上钩，怎么办？等一下，这有点不太妙了。看这个鱼数，我就知道不是他了。等一下，他现在不知道为什么连续四五条吧，三四条吧，都是这种鱼，然后我要那只鱼好像不在了，等一下，这样有点不太妙哦。等一下，差一只，怎么办？我又差一只而已，我又差一只，我就可以完成任务了。然后完全不要上钩，什么鬼？什么鬼东西？哦，这一只应该是，这一只应该是，难得有一只慢的。好，希望你是，希望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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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no！ 我 purse 都四只。然后你还不要四只，什么鬼东西啊？等一下，哎，不要这样子对我好不好啊？来，多一只。OK， 这一只一定不是，看他那个数就知道了。天哪，可以不要这样子吗？你好难钓哦，你好难钓哦，不要再跑了啦，拜托你呀、啊，就上钩吧，孩子。你不管怎样，你还是要上钩的啊，早上迟上的问题而已啊。啊，又是 Lincoln， 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啊？拜托，就差一只，然后你都不要给我，都这样啊，都这样就跑了啊。哦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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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是那个 P 开头了，拜托。再 P 开头我就啊，我可以放弃了吗？我可以放弃了。天啊，等一下，都说不要 P 开头了，好烦哦。哦，拜托不要是 P 开头的，拜托 ，Oh my God！ 哦，你居然来 B 开头，我天啊，等一下，这是什么鬼东西啊？那算了，我今天不钓了。你看，什么鱼都有，就这一只差一只，对不对？对，差一只，他就不给我，算了，我明天再钓了。可恶，什么鬼东西？就差一只，一只，好吧，算了。那我们先去那一个酒吧那一边，然后把东西给送出去吧，走吧。自己吧，对。然后我们先去把东西给送一送，然后没有然后了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我卡住了 ？OK， 好，吓死我了，走吧。OK， 然后自己给的，现在不能给你，不能给，是好吧？他不能给，对，他不能给。呀，我还要记住一下是谁的背影，我都有点忘记了。然后这边再给，然后这里，莉亚，给你，好。今天就给出了不知道几个了，然后我们先看一下，今天卖 Red Pad Coffee Pizza， 没有要的，是你对不对？对 ，Harry 我们不能送，不然的话等一下我们家的老公就在那边，我就不多说好不好？我就不多说，大家都懂，你懂我懂他懂的好不好？好，为什么讲到话？叮叮叮叮叮，那算了，走吧。
这样子应该就 OK 了。那我们先回家吧。就是孩子语，那他还不给我，感觉有点难受。就差一只哎，等一下，很可惜，你知道吗？好，那我们先回来。哦，我们的 diamond 也好了，我先把这个丢下来。丢。然后这一边的话，我们的这个放进去。OK。然后这个也要拿下来。好，好多败哦。那我们再把这个丢进来。好，然后还有这个。OK。这样子应该就没问题了，应该啊，应该也许或许可能，呵呵，好，然后我们也差不多要该睡觉了，嗯哼，呀，我看一下，哎，我们儿子回来睡觉了，女儿呢？哎，女儿，我今天可以跟你睡吗？我今天不要跟你的弟弟睡好了。如果这游戏设定说可以跟女儿睡的话，那该多好。呀，现在问题是还有吃醋吗？啊，不理我，他不理我哎。等，这样子有点不太妙。我先把这个放下来，等我一下。然后我先做出这个，因为我怕我鱼会被做走，所以必须要收起来。等，我们来架起来一下。好，起来了。的哎，比较没有麦克，哎，还真的没有中招哎，真假的，真的没有中招哎，好，没吃吃就好。啊，天啊！放松了一口气，有没有？然后我们今天总共赚了，哎，蛮多的，哎，22,695，呀，好多哦！这个就900了，真假的？哇，哇 ，OK。然后鱼这样随便钓一钓的话，都有2,800了。好啦，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先差不多就到此了，没错啊。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可以按个赞，然后持续去守着我的更新影片，耶！然后我这个星期就是比较少更新，也在这边先说声多多的包涵。对，因为娜娜最近就是参加了比赛，这样对，然后就是要练习，然后要去，就是因为比赛不在我这一个地区，所以我要去别的地区比赛，这样，所以就是变成说就是没有时间更新那个影片，这样，然后在这边先说一声多多的包涵，ごめんなさい。好啦，然后今天就到此，谢谢大家收看，谢谢，加娜，加。